大家好，我是实习哥哥毕文俊。大家好，我是实习哥哥范丞丞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很高兴能坐在这里。我也很高兴。好垮，这个 freestyle free 的好垮。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哥哥了，带过我弟弟。我是第一次做哥哥，然后。你将要带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期待吗？男孩，男孩，正好我也挺皮的，然后他也挺皮的，然后我还可以惯着他，多好。我心里有底吧，因为有弟弟，带了十年了。那你们接下来的旅行当中肯定不在一起，嗯哼，那你们会有什么期待吗？对对方？没什么期待，不好意思，对对方毫无期待。对啊，他除了会做个饭，我觉得我不期待他什么东西了，我只求他把饭做好吃一点就够了。其实我真的很担心的就是起床，你担心吗？哼，别不说话。你如果孩子起来了，他没起来，就很尴尬。最近我起的都挺早的。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哥哥。